来了，对，好帅啊！好了，掌声欢迎陈会长！哇，好帅哦！哎，平常训练那个老鹰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。然后我们今天早上还去就弄那种幼幼班的，就是一些鸭子啊、小萌宠。现在我们要处理的竟然是老鹰，那我们真的做得到吗？可以的，因为我们这些都是人工驯养的猛禽，都已经很驯化、很社会化。那不会攻击人吗？不会啦。那我们要怎么开始训练它们？虽然是猛禽，对它的训练其实是循序渐进。好，第一个在最简单就是 A B 点，第二个就是比较长距离的 A B 点，第三个就是比较厉害，就是老鹰飞到空中去把肉给抓下来。你就肉丢到天空中，对，因为其实野外的猛禽它必须要有一个技能，就是它看到猎物的时候，它可以在空中把它打下来。鹰眼，对，这是它的技能啊。把肉放在空中，对对，让老鹰把它叼下来。今天特别没有让 Hershey 我的腊肠狗来，就是其实是担心它被叼走。其实是它的食物性会，因为老鹰可以制服它的体重四倍以内的动物。哇，那它几公斤啊？大概一公斤上下。还好哦 ，Hershey 不怕 ，Hershey 现在已经也差不多快五公斤了。那过了。那勉强可以，叼不起来，勉强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从最简单的 A B 点。好，不要试一下，不要试。当然是便便啊！我们一起用纸的猜猜看是谁，觉得谁适合呢？一二三，加油啊，便便！啊，哇，好帅哦！我需要注意什么吗？我需要注意什么吗？这个。超厉害，好酷哦！哇，全身起鸡皮疙瘩。然后再来是什么长距离的？好帅哦！哇哇，好帅啊！现在看到的它就是刚刚讲的 A B 点 ，A B 点，然后还有一个空中抓肉的。空中抓肉可不可以？我试看看好不好？好，老鹰飞到你这边大概45度角，你才能肉丢出去。好 ，OK， 对你试看看。哎，演艺圈最高峰的这时候，天哪，好紧张哦！听我，听我。哎，有飞过头，飞过头。但是他有去抓那个，因为我们的肉是比较散。对对对。没事，要不要试一下？没关系。身体要不要试一下？真的假的？欢迎红火，动起来！谢谢大家收看《萌宠明星出来玩》，谢谢编辑娃凯西，拜拜！耶，成功！补灯，快点！嗨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，这是哈西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